们的国军弟兄姐妹都很热情，我看这些观众也都非常的热血哦。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热情，我们一定要进军东京的奥运，拿得奖牌。好，我作为三军统帅，一定全力挺我们的国军，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球迷，还有我们台湾的全台湾的社会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谢谢我们的国军的辛劳。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的国家队，我们一定要赢得强，我们一定要进军我们的东京奥运会，这个国家就交给我跟我们的国军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国家队，我们一定要交给我们的洪总教练。